睁开眼睛，看看眼前风景，别让乌云遮蔽。亲爱的蜜宝，你4岁了，恭喜你！妈妈虽然跟你说这几天是来高雄出差，其实是来看阿妹的演唱会。妈妈一直很愧疚，没有生一对非常健康的眼睛给你。可是你是这么的乐观、活泼、开朗，希望你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一直一直看到生命的美好。有一天我也会带你来看阿妹的演唱会，我们一起来高雄出差吧。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，从结婚这么久，就认识到结婚现在已经20年了，可是我们都一直算是分开，没有很常在一起。不过，还是在心里面还是觉得你很重要，很爱你。热情会穿越冷漠的时间。谢谢你在我3岁的时候带我认识张惠妹，今年我已经30岁了，换我带你来看张惠妹的演唱会。我爱你。在一起快15年了，经过很多风风雨雨，然后我们一起变胖，我们现在要一起减肥，一起健康，过我们的下一个15年。我爱你。仔细看美丽风景。虽然在我们第一年的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得到口腔癌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不能唱歌，好好的讲话。那在你细心的陪伴下，不顾一切的把工作抛下来照顾我、陪伴我。那我们现在医生已经说我恢复得很好，也可以好好的唱歌了。谢谢你的陪伴，我爱你。我想对我的朋友说，谢谢你们买票来当我当我的生日礼物，让我来看阿妹，我爱你们。耶。是唯一的表情，也是存在的勇气，把手放在胸前，热情会穿越冷漠的时间，爱是所有的一切。很多高铁票的钱，这次可以多看很多场演唱会。然后熊会爱男友，永温男伯的口音，很流畅，未来歌雄的朋友，怎么跳起来了？